你看整个八宝这块吼，总算圆满了。嗯，啊，你有注意到无？咱罗峰寺，伊其实个建筑风格，一种古寺个感觉，它很慈悲的感觉，然后很优雅啊。对啊，不太一样哈、哦。嗯。哎、欸，哦，胡尊，主持人好，感恩大家，辛苦大家。哎、欸，胡尊，感谢领导，谢谢。对啊。我拄只咧甲阿伯咧讲吼，咱罗峰寺这看起来迄个古寺个感觉，从、一种叫。优雅的感觉吼，庄严是讲啊，咱这边八宝祭典啊，规个即摆圆满啦。但我有注意到，咱的总大为什么就设在咱的罗峰寺正头前？是毋是代表讲罗峰寺是咱满洲遮有一个什么特殊的地位吗？哦，拢是是安尼嘿。阮做囡仔安尼吼，就知影讲，阮若要学校，那为这罗峰寺过囡仔，就拢会遮敬礼，然后才去学校。阮囡仔就安尼习惯。做囡仔都安尼啊，囡仔都拢安尼啊。哎，无管即个咧，包包裹这一点啊，嘿啊，我看大家人对观音佛祖嘛，拢就信用。该虔诚。啊，甲这个八宝这一点有过啥物关系？因为八宝这一点，唔是听讲是规个八个庄嘛，啊，甲佛祖这关系搁伫倒位？而且日治时代为甚物阮才有八宝？就是讲，二次大战阮才无受着风灾。死亡受伤拢无，哦啊！较早你轰炸拢是炸迄个重要的设施嘛，工厂嘛，啊，恒春有五里坪的机场，啊，所以讲受轰炸的所在，但是阮遮拢无受到轰炸的这个灾害，所以为了讲大家感念，答谢神恩，啊，谢佛恩，所以讲由地方人士组织含乡长，讲啊，无咱来举办一个谢神谢天恩的这个。这个典礼啊，你说叫做七宝祭典，但即摆佫加一种叫做八宝八庄。迄、个时阵，因为要拍太平洋战争，啊，美军会来满洲遮轰炸，所以当时的七宝的宝镜来罗峰寺啊佛祖求。迄、个时阵佛祖指示吼，伊会放七只雁，所以当美军来到满洲要轰炸的时阵，我会看到足侪鸟啊吼。去干扰美军的那个轰炸机，嘛不时会看到天吼、哦、有一个穿红衫红裙的女性吼，伊、哦、会来接这个炸弹。所以咱观音妈爱接炸弹，啊爱保护咱这个庄仔头。哎、欸，安尼我要找魔法阿妈，是不是就是观音妈？观音妈是接炸弹的阿妈。啊，哎，不是魔法阿妈吼，恁这个再去了解出来了。魔法阿妈不是观音妈。啊。啊，该搁找一下。来自一份感恩庇佑的心啊，予满洲在地民众吼，无分族群，无分信仰派别，加罗峰寺啊，视为地方的信仰中心，常常前来参拜啊，更加会当看到满洲人的迄份知足感恩。来到罗峰寺吼，这些大哥大姐啊，总是热情来甲你招呼。坐下来，饮一杯茶呢，这正是满洲人的满色热情。来，咱即马泡茶啊，吼，泡咱介介特殊的咱在地茶。在地哦，哎，哦，咱这有种茶。港口有哦，有哦。港口茶。咱这在地茶是安怎？伊会介，伊嘛是叫一个传奇茶。那咱这基于海拔100公尺以下，竟然还可以种植茶叶起来。所以你说它传不传奇？对，哎、嗯，这其实盖回甘哦。哎呀，而且那香气真高呢。大家好，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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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括咱这个地尾，我拢是用这个港口地来，迄个供奉咱的迄个罗峰寺的观音佛祖。也是够香料，啊，咱这吼，够有地，够有故事啊，香香想到这个问题啦。哦。即摆这点嘛结束啊，啊，咱要找迄个魔法阿妈，你敢知？哦，我手机才传落去，你家你家这个。哦。啊。问娘对就对啊。你找到啊？阿妈你好。哦，你无闲啊？对啊，到你啊！阿妈，到是你，我去啦，我去拜去啦。叫偌济人，你敢有算过？无算过。你有算过无？几啊卡车？几啊卡车？无算过。
就对啊。哦。啊，你带船我来。啊，船我玩，船我玩。吹掉啊，吹掉。啊，这真正是讲吼，踏破铁的无觅处啦。为着做找魔法阿妈吼，来到温州啊，参加八宝祭典，熟悉接炸弹的阿妈，等来到罗峰寺，饮一杯啊茶嘞，就对乡长的口中吼，知影讲魔法阿妈住的所在啊，赶紧嘞，得大宝甲阿白吼，来去一探究竟，这位神秘的魔法阿妈到底是什么款的来历？阿妈你好。哦，真的无闲啊！哎呀，爱来斗三工无？无吧，无去咩？无工过啊！伊即摆准备在准备要休困啊！啊，你搁亲身伫遮咧种菜哦？对啊，我这人嘛，我是种绿的。阿妈，阮听讲你就是人讲的魔法阿妈，就是你，啊，阮敢会咱跟你开讲？有，是我。就你哦。阿妈就是我。就是你。啊，阮来恁家开讲好无？好啊，太好。传说中的魔法阿嬷，就是这位吼年过九十的朱亲向婆啦。每一届八宝祭典吼，只要伊坐镇啊，就会当顺利进行，而且吼常常做法斗三共解决吼疑难杂症啦，嘛因此呢有魔法阿嬷的称号。但是吼已经年岁也真多了，今年吼已经不再办事了。但是吼愿意介绍各界医生吼，常常用到的物件，嘿，这难得的机会吼，赶紧的来开一粒眼界咧。咱即马食的物件，就是你在做法事在用的。对啊，我在用的。伊发宝遐。发宝遐济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啊。啊，即讲这个叶啊，遮尔济，这是做啥物作用的？这就是啊，这金吗？这是金哦。古早人的金就用这哦。哎，现在用这唔知无感觉啊，哎，现在。这较好用啊！啊，你讲你。啊，即摆都问问代志啊，安尼。你来要问，嘿啊。啊，我咯也是啊，做啊安尼。都要问。啊，就问安尼。哦，就是用这个话题。你也袂调。啊，恁就无代志。啊，那无咧。啊，恁就无代志。所以主要是用这来确定讲咱即摆什么代志，啊，看要安那办理啦。要安怎？我去人，我去解决人。救偌济人？你敢有算过？几啊卡车？几啊卡车？哎，我算过。哎，那艰苦人，我无代志。你搁无代志？我坐红波，红怎呢？红怎个有钱型吼？安尼，你的心足好个呢。嗯啊，啊无你变阮个人，我孙十八个，我干那孙十八个。干那孙十八个，孙嘛十八个。耶！安尼你会福气。阿妈，你哪会这厉害？你搁会晓种菜，啊！你是去倒位学着这么侪法师的啊？因为吼，阮的外妈因那边嘛是做这個，啊，阮这内妈这嘛是拢做这個，所以会两一个来。哦，我这有年纪啊。你嘛有年纪哦。有哦。啊，阿嬷，你我看你也有领子，啊，你嘛会晓处理这個，啊，咱做行你嘛会晓。啊，较早伫你伫做八宝祭典的时阵，嗯、你是负责对接无，还是拢爱？对，我拢嘛做前，嘿，伊做前，前锋啦，扫路。前面还袂行，我就做前头，也扫死我。我看咱行入来，咱也有拜观音佛祖。有。你拜观音佛祖吓？有啊。有哦。啊！但是我看到足特别，是我看到咱观音妈、甲八公、佮太子爷，但是边啊有一个那花杆，迄个是啥物？老祖，老，迄个是老祖。咱两边的礼拢无同款，安尼平常是要安怎？平常嘛是个修花，新面个新面。内底拢做，内底做一下。拢新面卖卖下啦。去新面去卖下。啊，提供的，提供的，给你顾啦。会啊。阿嬷有讲到说，啊，天顶的神拢是同款的啊，其实就是你敬拜神的心是最重要的。那你敬拜的是谁？他们其实都是一样是神。那我就会觉得说，对啊，那有什么需要分别的呢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拜神的心嘛。就阿嬷的。话其实就充满了很多很多智慧。阿嬷吼，除了伫咧八宝祭典当中做响，
精通各种语言的伊啊，也可以当斗三共各界啊吼进行沟通啦。无的确就是这款的交流啊，可以对这个当中悟到迄份一心向善助人，心明吼感官无分你我无私的精神，也嘛好参照是泉州八宝祭典的族群融合，祈求平安的精神共款。哇，你来看，今麦吼，代志圆满了，食一挂咱这个恒春半岛的这个绿豆蒜，来这个圆啊，圆满呐。哎，不过啊，我这个来到泉州啊，我想说我是来看一个绕境，可是我没有想到它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完全超乎我的想象，然后不同族群的人对观音妈的心意都是一样，可是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一起参与这个祭典。而且甚至伫王尊边，你阁会看到讲向无做向，阁留落遐所谓的物件。嗯，时代有当阵在行啦，一定会经过一挂变迁改变，有诶消失，有诶凋零。但至少咱即摆伫遮，还阁留着一部分是上传统的气氛，所以泉州诶泉，泉泉诶泉。啊！一份感染庇佑之情，四年一度的祭典，八个无同族群的村落，满载无数祈福的王船，无数助人的魔法阿嬷，伫咧泉州八宝祭典，看到丰富的民俗科技，多元族群的信仰共融，感受到在地热情参与。就算讲吼，咱是来自无同款的族群，讲着无同款的语言，永保安康，迄就是咱共同的信仰。